你知道你要去哪里玩吗？去台南。很多什么？哇，好可爱的房间哦！哎，是谁躲在这里？是谁？啊，我。你喜欢这个房间吗？松饼有蛋饼，还有水果，还有最后有这个。紫埔文创园区，你好。一个小客厅，我这边是厨房，都有放一些餐具。餐桌，厕所，哇，这浴缸好漂亮！你看他们还有提供试穿的浴衣，在这边然后拍照。好了，我们来吃米糕吧。大家，我在吃米糕。那你说米糕好不好吃？好吃，真的好。早安了，宝贝。